我生气了，我生气其实发现很多，怎么讲啊？就是那个武将很多讲的，不是啊？宠物，我最近可能先把锦囊给出出去吧。那都是有新角色啊？为什么？纸上我一点印象也没啊。好帅哦，老天鹅啊，会不会太帅啊？所以他怎么了？这个很做一些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不限于 PVP 啊，就是看你们怎么玩。有人喜欢轻松的玩，有人喜欢认真玩，有人那只好赞啊！嘿嘿，精英棺材有装备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锦囊。我就是觉得说锦囊应该可以再查一下，因为像是全新的 系统，这个地方，等我看一下。应该就最新的吧。